你还没忙完啊？快给我看看你。当然是从头到脚的看呀。头发长长了一些，胡子也没刮干净，快回来吧，我帮你刮。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你不是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吗？我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挺适合当我老公的，然后就把你拉过来当我的合约男友了。什么？心机？我这个叫面对爱情主动出击，都是你。